我是公关牛头山那边三年了，9月2日，南当医药松江店，6:21所拍摄的是，这个是它的一些食材，我刚点了有虾子啊、蛤蜊，啊，然后测差不多中后段了的，然后想办法把这一些都给刻光吧。那我觉得它鹅啊真的很好吃，可能再点一下吧。因为时间也差不多，我说要赶快吃一次。那我个人觉得这一家店真的可以来，对吧？看你们个人想法，有些人觉得贵啊，或者干嘛的，反正其实还算蛮中阶价位。然后商业午餐也有，对吧？就看你们个人怎么想。然后就在松江，行天宫站附近，来行天宫站附近，啊，好，赶快至少16:33，9月2日，谢谢观众，再见，拜拜。